眼前一亮。你好，你好，有人对我人身攻击，对他叫撒贝宁，是那儿。一辈子不离开你。这让我振奋起来了。来吧，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谢谢史丹利。刚才我们五个人从梦想屋走上了植物台，亲爱的朋友们，这是2022年新一期的星光大道。我们刚才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真心的希望今天的每一位选手如同我们一样，能够从梦想屋走上植物台，成就属于你的成长梦想。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那儿走出来还真的挺容易的，但是各位选手从梦想屋想走到主舞台，其实说起来也不太远，也就是100票的差距。只要他赚够了，攒够了现场观众的以及各位评委的100票，他就能够成功来到您的面前。是的，那我们的比赛规则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各位选手其实已经在梦想屋就位，排着队要走出来呢。是的，我们名额只有4个，选手人数不限。是的，只要名额满了，我们的大门就会马上紧闭。其他的选手们自求多福了。无论梦想屋里有几位选手参加，只有4人能走上主舞台，票数最多的这位选手，他将赢得优先选择权。那今天现场有5位推星人，一做一下介绍吧，从您开始。我开始。大家好，我是柏林。我便是那个变流片。我是舞者殷硕。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尼尼格麦。我是北京女孩飞行人朱迅。朋友们好。哎，其实我希望我们的选手皮实一点，即便今天在舞台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出来，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皮实一点，希望每一段经历都成为你后来的力量，加油。介绍一下我们助力推星团的各位，也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庚雀才人。大家好。星光大道2017年优秀选手文嫣。那个舞蹈跳得真棒。星光大道2017年年度季军赵柯。直言不讳，今天还希望听到你的点评。星光大道2019年年度四强董飞。星光大道2009年年度季军刘向元。星光大道2020年年度总冠军黄奇文。接下来各就各位，比赛马上开始。好的，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哦，是一位女选手，你好。主持人好。你要不要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魏志杰，我来自山西。好，就这么多了。你是想让我们看还是想让我们听？我想先让大家听。好，那听。你听的这个名字魏志杰，就是很多环节不想让你先知道。哦，未知的环节。对。这个意思。行，那就先不让他露脸，先听。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投票通道，请开启。Thank you.
还有啊啊！不是 yeah, 啊！好，我们的这个情绪波动、啊，所以他的票数就像未知节。哎呦妈呀，好高、啊！未知节真的好高，就是意外的高。一开始不太高，然后大家可能就拼了，就让你出来，然后所有人都在按红键。那我们就恭喜未知节，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来吧，蔡德胜，想看看。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呢？哦，你好，匆匆的脚步，哎呀，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太开心了。刚才真的很紧张，很紧张，以为就关在门里头了是吧？啊，就很怕关在门里出不来。你在那个二现场，你在梦想屋里能看到那个票数的变化吗？你看不到，看不到，你只能听我们的反应。对，听见。一啊，这种是吧？感觉像进球了。对对，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来。大家好，我叫魏志杰，我来自山西临县，我是一位。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县道琴系的一位传承人，现在我的工作呢就是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项目，让大家喜欢。好，而且你也是一个获奖选手是吧？对，我是琵琶，是在我们山西荣获过唯一一位琵琶演奏的杏花奖。杏花奖杏花奖呢是我们山西最高的一个奖项。刚才演奏的是霸王别姬的，对，霸王别姬的一部分。嗯，对，好的，祝贺你。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下一位选手，你是不是已经进入梦想屋了？大家好，我叫朱伦，来自湖北武汉，那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战士，现在是汽车媒体从业者，准备好了。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一听就有点像当兵的人。对，有点当兵的人，也像过去的那种，就是上一场里的王子音。哦，王子音。王子音的那种感觉，声音还是有点磁性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当过兵的小伙子，你是让我们看还是让我们听？让大家听，听，哦、听你的声音。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请开始你的表演。投票通道，请开启。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再哭也忍着笑。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三十岁的男人，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它会用它的愿缺着债也不要笑着跪。男人也像一朵花，也害怕风吹雨打，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生活不过一杯酒，最晚的路还要走，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但今天能站在这里我也带来了我的感言。十年追梦路，男孩变大叔，今天来圆梦，大道为我铺。追梦人朱鸾。朱鸾别着急，你这段感言很可能会变成离场感言，因为现在你的票数只有37票，投票通道要不就关了吧，差不多了，行吗？那我们可能见不到你了。你是够皮实的人吗？是的。你心里的抗打击能力强不强？强。好的，来吧，
那就拿出你自己的那份力量，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恭喜朱伦。太坏了，小徐老师咬着牙说我没问题。哎呀，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小伙，你好你好。什么心情？什么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我一直非常关注这个节目，从男孩等到了男人，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非常的激动。谢谢大家，谢谢。什么样的是男人？什么样的是男孩？男孩就是在我青春懵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孩子，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已经成为了爸爸，变成了男人。哦，有这样一副责任，所以从男孩变成了男人。所以从男孩到男人就是有一步，当爸爸。我觉得我即便有了孩子，我现在还是孩子。所以你一直是女孩啊。我觉得就看我心里住了一个女孩，也住了一个女人。所以我现在还没孩子，那我永远，我到现在还是个男孩。但是他心里男人花有一个男人，就是他又有男孩的那一面，又有扛起来担当起来舍我其谁的男人。你刚才被骗到了吗？小妮说你只有37票的时候，你是被骗到了吗？刚才那一刻我还没反应过来，有点懵，有点懵，觉得梦碎了，梦碎了。但是能站在这个舞台，能和给大家唱歌，我觉得我也值了。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这个当兵退伍以后呢，就参加高考读大学，是计算机硕士毕业，现在是一名汽车媒体从业者。我的工作呢，主要是为我们汽车企业的新车及成熟车的这个上市活动以及营销推广。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选择到最满意的车。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合适的车。你差不多可以了，我觉得你是来这儿打广告的。我们这里也有广告，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我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但他刚才的一段自我介绍有两个点吸引到了我，一个是你退伍之后才去高考是吗？对的对的，就退伍以后。哦，那挺棒的。然后另外一个点是你们从业人员都是花格子牛仔裤，这是标配吗？对，这个因为 IT 男都是格子衬衫然后牛仔裤，那么站在这个舞台，我也是希望有这样一份职业装向我们所有的 IT 的同事致敬。IT 男的标配。 IT 男的标配是格子衬衫牛仔裤。你知道音乐人的标配是什么？花衬衫牛仔裤。卞老师万年不变的花衬衫，他每次见到他，他都会有一件全新的花衬衫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说明他的内心也住着一个男孩。对对。好的，再次祝贺朱鸾，好好准备下一个节目吧，好吗？谢谢大家，谢谢。现在一半的名额已经用完了，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对了，梦想屋里面还有好多人呢。哎，现在挤了千把号人呢。马上放你们出来啊！有请下一位。你好。老师好。大家好。这个声音真的有点懒懒的。你睡醒了吗？睡醒了，睡醒了。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王佩西，今年刚刚18岁，然后我表演的曲目是《势不可挡》。哇，这18岁《势不可挡》，让我们听听你《势不可挡》的18岁。好嘞。所以你的选择是让我们听，对吗？对，让你们听。你准备好了？好了。来吧，请开始你的表演。投票通道，请开启。I smile,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fool this town. I do it till the sun goes down.Not to the night time. Oh yeah, oh yeah.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 wanna hear. Give me some glasses, I wanna shelter. It's never the right time. Oh yeah, I put my arm around, I show you that I am. I put my arm around, I show you what I am. Yeah, yeah, yeah.
invincible. I'm a pushover, and no praise. I'm invincible.哇，这个声音很好啊！你猜，妹妹，你猜你是能出来还是出不来？我应该还行吧，应该能吧。那你猜一下你的票数吧。110。哎呦，你还挺高估自己的哈。105。哎呦喂，真的，差一点就出不来了。恭喜你134票！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欢迎，老师好，大家好。其实妹妹刚才说18岁的时候，我心里一暖。因为今年星光大道18岁，对，对我应该和他是同龄吧？哎、好对，就你出生那年，星光大道诞生，你也出生了。2004年啊，星光大道诞生那年，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那你可能是我长得太快了。这个我可以做证明的，我当时是从第一届2004年、哦、前7期。我做的音乐，我是做的这个音乐总监的。天哪！背景音乐、背景主题音乐，所有的音乐评委，当时我们等于算是第一批元老创立的这个频道。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18年过去，不得了。当时那时候我还住在单身宿舍，那时候还在那个团里面。后来到我那去，舞美的，还那个导演的啊，最后把这个节目啊变成了今天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一路走来18年啊。啊，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现在。如果星光大道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哎，小孩子，到现在他已经出落成一个18岁的大孩子了。我能问一下，你是学唱歌的吗？哦，我是学作曲系。哦，那所以你会写歌？对，我是写歌。哦，这种新生原创，但是我是爱好是唱歌，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对，我是跳舞啊，唱歌，还有我的这个专业是一块学的。那如果你能有机会继续往下走的话，我们能听到你的原创歌曲吗？好啊，有。好的，可以。你看他很放松，他一点都不觉得是在比赛。反正他这么一谈话，我就觉得是00后。刚才在他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杨玉还说：“哎呀，你的声音还挺慵懒的，但是当他秀表演的时候，一下就让我感觉，我听他声音的时候，我和朱姐一起眼前一亮，对，因为我很期待看到这位18岁的少女是什么样子的。她刚才谢谢老师，然后带着阳光的笑容上台啊，太幸运了。所以今天你的任务就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把我们集体都带回到18岁啊！好，不会的。好的，好，加油，准备一下。好，谢谢。我们只有一个名额了，这样好。真的，我们还有3000多人排着呢。我的天，你们要不先回去吧？就剩最后一个名额了。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大家好，我叫霍芳芳。是一名大货司机。哦，你？对，我。上次抱憾离开的那个，说带着妈一起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唱了一晚上《你快回来》，这不还是四啊？你终于回来了。对，我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我今天再次迎接挑战。太好了。芳芳，我必须在这儿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如果这次你仍然没有到100票，你还是出不来，你能接受吗？开车唱歌两不误，再次挑战我服输。票，那咱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投票通道，请开启。
黄河苦，甘苦甘笑甘愤怒，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要爱的深，恨要恨个够，人民是亲爹娘，乡亲是好朋友，谁的是谁的非，天在上头，天在上头。口播还没有录，两花种菜就用史丹利园一肥，搜索史丹利园一旗舰店，即刻购购买。吓死了！我的天！哎呀，哎呀你！哎你那个后面统计票的，你是不是逗我玩呢？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才上来吗？啊，因为大货车十点以后才让进京的。这有道理，相当有道理。来吧，我们不逗芳芳了。芳芳，祝贺你，有梦总有一天能成功，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你好。大家好，我叫霍芳芳，来自安徽蒙城。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啊，就感觉是可能长得比较接地气吧。恭喜芳芳，但是说实话，我替在后面的几位选手有一些遗憾，化好妆在后面排着队，他们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恭喜芳芳。这就是改版之后星光大道的规则带来的那份刺激和紧张。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问候一声，你们接下来欢迎你们再次回归，我们依然敞开怀抱，加油好不好？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们一起看一下刚才闯进主舞台的四位选手，他们到目前为止的得票情况。这个排名非常的重要，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魏志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哈。嗯。然后霍芳芳、朱鸾、王佩西。好。那志杰就获得了一项优先选择权，你可以在另外三位选手当中选择一位，成为你这一轮的对手，剩下的两位选手自动成组，两两对决。各自胜出的那一位将进入终极比拼，争夺本场的冠军，好吗？那志杰，你选择的对手将会是……我就选我隔壁的这位帅哥吧。隔壁，你选择朱鸾。好，恭喜二位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比拼选手。好的，那按照我们的规则，朱鸾优先出场。朱鸾，请准备。那我们剩下的两位就自动成组了，两位也做一下接下来的准备，加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来不及祈祷，就开始奔跑。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角落太寂静，城市太喧闹，这世界很忙，其实我都知道，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决定要走遍天涯心比天高。
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勇敢地张开双臂，闭上了双眼，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举头望月，孤独有谁知道，那带血的羽毛不向命运祈祷，跌倒只能让我越飞越高，来不及祈祷就开始奔跑，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再换来骄傲，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角落太寂静，城市太喧闹，这世界很忙，其实我都知道，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决定要走遍天涯，心比天高。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用力地张开双臂，闭上了双眼，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举头望月，孤独有谁知道，那热血的欲望不向命运祈祷，跌倒只能让我越飞越高。好燃呐，律动感太强了。我觉得我看你唱歌就有点像在大学里看着师兄啊，看着学长在那儿唱歌的那个感觉，像大学生的样子。但是、我不只是一个、这个退伍的军人啊、也是汽车媒体从业者，我还是一个互联网法律平台的法律援助人士，因为我是学计算机技术的，所以那个我们一起呢开发了一个就是互联网法律平台。能够让老百姓不出家门，拿开手机说出问题，然后一分钟以内全国大概有3个律师可以在线回答，然后解决大家的这个法律问题啊。有没有统计过到现在帮到了多少人？现在基本上我们在线的律师会员大概有2万多名，全国的，那么我们服务的这个老百姓呢应该已经超过了50万人啊在上面。那你们的收费贵吗？啊，我们这个是免费的啊，免费的啊，公益的法律援助，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太好了啊，这个太棒了，这个基本上模拟一下，就是拿着手机，只要你有任何问题，你好你好，有人对我人身攻击，对他叫撒贝宁，对，就是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是吧？是的，对的。你有啥问题要咨询吗？就是婚姻法。嗯。没有没有，我特别好。不用问了，我协议已经写好了。我你签个字就可以。你签个字就可以，不用到律师那儿。一辈子不离开你。那其实今天站在这个舞台，我选择的歌曲呢都是非常励志的歌曲，也希望把这份阳光和温暖也送到每一个人啊。哎，正如他刚才说的阳光，刚才他在说他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为老百姓。就是为人民，就包括刚才你说这个公益的法律顾问，你也是为老百姓，所以我觉得真的我很敬佩你，而且你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在为人民为老百姓，然后就像你刚才表演唱歌一样，像一个阳光普照着我，就是给我带来积极和一种温暖，还有那种安全感。嗯，好，朱鸾到目前为止得了80票，3、2、1，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朱鸾，这是你的80票。接下来我们稍后还有各位推新人为你加上的票数，我们期待，好吗？好的，谢谢，谢谢大家。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投票通道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Yeah.
说的这个是三弦书，哦，你刚才加的道起一起，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表演形式特别新颖，因为当时我们要有一个创作的时候，到山西那个盲宣队，然后去看过他们的那个表演，但他们更多的是坐在那儿的，就没有太多肢体上的。像我刚才对他们感觉哎特别新颖的一个是响板能够在那个小腿上，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特别吸引我的是他们的那个身体动力。就是然后加上后面肩膀的左右，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吸引我，而且根据最后节奏就是到收尾高潮的时候你们还有加速，就是在加速的过程中加上肢体加上腿的动力，然后又要弹又要说，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这个节目一张嘴就把我吸引了，这是一种传统古老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对，它可以编排各种内容，唱不同的内容，表达各种感情。但今天刚才他们一开始就让我振奋起来了，我在想，哎呀，你就让我喝苞米面粥、吃窝头、就着咸菜，都比吃山珍海味香，啊，是不是啊？是，他有这种感觉。那你能现场编排？嗯，可以。你就说这个史丹利是吧？本节目由史丹利三氨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氨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那我跟我的伙伴商量一下啊，行，看商量。对，因为这个毕竟是现编嘛。说得好，走的时候一人一袋儿。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吧。
来，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票数非常高，96票，也就是说全场100个人就4个人没投。好的，谢谢，那我们就留你在舞台上，同时请上朱鸾。好的，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的得票情况，看看这一轮。好，朱鸾80票，魏志杰96票，他们之间有16票的差距。嗯，接下来就到了五位推亲官投票的时间了。每人手中有10票，看你会给哪位选手加上10票。我先来吧。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心情，就是早点完事，早点轻松，就不要承担那个决定命运的压力了，直接来吧。我把票要投给的是朱鸾，因为我很钦佩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军人退伍之后依然保持了那份军人本色，就是他永远在奔跑的路上，他不仅成就自己的梦想，还去帮别人去完成梦想。尤其是你说你们搭建了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平台，这件事情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所以39岁的男人看上去已经人到中年，但是你依然像一个活力满满的大男孩，充斥着精力去完成更多你的梦想和别人的梦想。所以这10票给你的梦想，加油。小英同学，来，好，您先来。那么快就到我了。嗯，我觉得传统的艺术需要人守护，这是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所以我今天就把这票投给，这是我的决定。好，魏志杰加上10票。那我来把我这票投给朱鸾。你身上有理工男的那份理性，你唱歌的时候又如此感性，所以有些喜欢是莫名的，就是喜欢你不计成本的这种付出。在军队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个宗旨就是为民服务，退伍之后你的宗旨仍然是为民服务，这点让人钦佩，谢谢你朱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种历史和尤其是音乐，又加上这种曲牌啊，确确实实我们有很璀璨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一些经过各方面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变迁以后啊，也流失了很多。我们也在到现在为止，我本人也是在继续在，也是在好像血液也告诉我，我们要传承一些事儿，我们就要做一些为后人啊，为中华子孙后人留下点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使命有关系。我在你身上我看到了这一点，我这一票我还是投给这个魏志杰。哦，好嘞，那其实卞留念老师是终结者了，在这一轮。所以说我这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您会投给谁？啊，魏志杰。好，那我们就恭喜魏志杰成功晋级。成功晋级，祝贺！台下准备下一轮。哎呀，太可惜了。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意犹未尽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追了10几年的梦，在今天终于圆梦了啊，值了！也希望所有的追梦人能够心中有梦，早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谢谢大家，再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朱鸾。谢谢朱鸾，加油。
来吧，有请下一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是你的欲望在扩散，观众上上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想要被看见，哦，五颜六色被涂上色彩，还好我皮肤很黑，我灵魂太直觉，连呼吸都凭感觉，谎言不会，宁可傻一点，我也要音乐。我很抱歉的。谢谢，我原本特别期待听到你的原创音乐作品，十八岁的小妹妹会有怎样的音乐带给大家？现在也不晚啊，现在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你原唱的功力吗？原创的功力吗？你这是第一首原创的歌是？我第一首原创的歌是写给我奶奶的，然后，哎呀妈。你是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的？对，因为爸妈平时会很忙，然后我呢是从小跟他们一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第一首歌就是给我奶奶的一段副歌，就是我平时觉得怎么安我也安不上别的，比如说主旋律什么的我觉得安不上，我觉得这一段副歌这是唯一一首我不会再去完成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很完整了。为什么你不会去完成他？我觉得他的副歌已经足够表达我所有的情绪。你的情绪一下子就破防了，是？对不起，我平时很，其实平时我不太接触的想会想到这个话题，因为他是一直陪着我长大，从幼儿园到我一直来北京，我算是在北京长大的，就是他一直陪着我。对，你知道吗，我姥姥走了以后，我也是我不会写歌啊，但我会自己画画，然后我就去画我姥姥的一个照片，我就临摹他，我不舍得结束，所以到现在都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没有画完它，我永远给它留那么几块，我就是就不想画完它。对，已经觉得它已经是完整的一个。是的，就是在心里，不要让它结束，就让它一直在那儿，它成为我一生的陪伴。我觉得对你来说，这首歌就像那幅画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对，我在3年前就写下了这首歌嘛，然后写歌的当时也跟今天一样是下着大雪的，所以这首歌叫《12月的雪》。现在可以唱吗？好。12月的雪下得那么美，
我抚摸你的脸，不愿看你偷偷落泪，难过有你安慰，我伤心有你陪，那些美好的时光充满爱的氛围，肩上的重任总是自己背，在坎坷的路上你也从未说句后悔，雪化成了水，你的眼眉也逐渐低垂，那些美好的回忆总会挂在你的嘴。这一段谢谢。15岁的时候你写下了这首歌？是的。那个时候奶奶刚刚离开你？对，就是那个就是在那几天之后，我在一个下午，然后真的是窗外飘着雪花，然后我对着钢琴就一个人在家嘛，我就写下了这一段歌。嗯，真的就像你说的，巧的是今天北京也下了2022年，我们录制的当天是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恰好你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所以我觉得不用难过，就当是向奶奶打的一个招呼。虽然你唱的有点不是特别的顺畅，但是这份情感是完整的。那个小王，你现在在哪里就读呢？我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哦，已经是附中的了。我对，但是附中的作曲系是完全是平时训练，所有的作业呀都是表演的古典音乐。对。嗯，对。然后这个唱歌呢，流行这方面呢，今天展现的完全是我的爱好。没错。对，从小喜欢的这些。对，我似乎能感觉到吧，因为毕竟你现在的演唱啊，可能就是你的爱好，还没有说是像进入了职业歌手的那样子，每一天的那种训练的那种量。或者是要求的那样子的高，所以你刚才你15岁不容易，因为15岁的孩子他的情感也还是很稚嫩，因为他对他奶奶的这种情感，首先他是真的，他刚才到台上来很轻松很笑嘻嘻的那个感觉一下子没有了，一谈到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泪点啊就暴露了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尤其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讲的话，感性。有的时候是很难得的，因为作曲它是通过这个附中3年4年啊，然后大学3年4年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作曲的一个专业的话，你们要学很多很多的，要学好几十种这个课题的，所以你现在才18岁，课是最多的一门，所以你现在是18岁啊，不得了啊，你是比黄金都值钱的那个年代啊，啊，让人好不羡慕啊，是吧？叶老师，你18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18岁的时候，应该在赶考的路上。赶考上。柏林老师，你呢？18岁的你在干什么？我18岁的时候也学唱歌，但就始终没学成，受了不少打击。那时候看梅总说他就乐。还有谁说一说自己的18岁？我的18岁，是在练功房里度过的吗？必须是。对。而且我记得每次都是练到了崩溃、哭泣，坐在那里哭，哭完以后，继续穿上我的舞蹈鞋，我接着练吧。对，真好。美好的18岁，18岁真的只有一次，好让人羡慕。对，你的18岁已经登上星光大道了。哎呦，迅宝的不对，那个迅宝现在就是18岁。对，女人一旦过了18岁的生日，她就永远都是18岁，这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就是18岁，我们现在听起来是青春的，是阳光的，是热烈的，是美好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18岁也有酸涩，也有苦楚，也有泪水。但更希望的是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那个18岁的少年，就像你现在一样。你的18岁呢？谢谢。我就不想回到18岁，我18岁就也是一样啊，就是考学啊，考传媒大学保送嘛。对。哎呀，就是轻松的去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保送了。嗨，这东西不要提。如果让你们现场啊，没有任何准备啊，如果以雪为题或者以18岁为题现场创作的话，
2022年的啊，这有这首歌。赵柯，准备一下，现在可以吗？18岁还是雪？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我们在角落里牵手，无人处相拥，连见面时都爱着恋爱遮羞。你所有不经意的举动，我都会因为他而感动。在角落里牵手，在无人处相拥，这是你的18岁。害怕被我妈看到。好青春。来，18岁。抬头望着窗外，充满幻想。我的想法更像望蓝天深海一样。好听。谢谢。好的，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票数正好锁定到了81票，可能是在冥冥中告诉我们，哪怕到了81岁，也要活得像个18岁。是的，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现在你的分数是81票，我们期待你对手的表现，好不好？来，一起有请，谢谢。下一位。投票通道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喝一壶老酒啊，让我回回回头，喝一壶老酒啊，醉上我心膛，浓郁的香味啊，藏也就喝不够。每次你牵叮咛，妈妈你拉住儿的手，每回你挽住。
却百回不回首啊，我大步地往前走。啊，谢谢。我们差一点错过你啊。差一点点就错过你，还好你回来了。天哪，很庆幸。我的天，这首歌唱完你自己痛快吗？痛快。爽不爽？爽。不是，你是不是喝了点才上来的？没有吧？没有没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对对 对他不是开着重卡来的。对，因为舞台放不下。哎呀我的天，你们还可以继续投票啊。我天哪，你是不是平时一上车一摸上方向盘你就要唱歌？对，别人是一拿起话筒唱歌，我是一摸方向盘就唱歌。哎，你说说你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对你有更多的了解好不好？啊，好的。我是就是开的是9.6米的前四后八大卡车，然后之前是我老公一个人开。哦。然后慢慢呢，这个因为职业病的原因，我老公前后做了3次手术，然后他就不能一个人就是承担这么重的责任。然后我想着没办法了，我作为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女人开货车的很少，然后我要替他分担这一些，所以说我就去考了驾驶证，然后帮他开了车。我老公肚子上刀疤大概都有一扎一刀疤。对，他做过3次手术，因为长时间的开车留下了这个不运动嘛，不活动，留下了这个肾结石。医生说我老公不能再做这个行业了，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这一趟要跑多长时间？比如说从哪儿，最远从哪儿跑到哪儿？最远从杭州跑到西安，从南京到广州，大概1500公里左右。没日没夜的跑啊。对对，我听说对于长途司机有这样一句话叫伴车如伴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句话，这句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货车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疲劳过度，一瞬间啥都没了。嗯，所以说大家都说伴车如伴虎。虽然这个我们的生活很艰辛很困苦，但是我依然的会乐观的去面对这一切。哎，我想问一声，如果你困的时候，你开着车啊，如果时间太长了，有点累，有点困的时候，你爱唱什么歌？因为百善孝为先嘛。啊。我们常年呢在外地跑，最想念的就是父母和孩子，因为我孩子从小就是我父母带，我没有带过，从孩子满月那天我就走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孩子已经8个月了，别人抱着他我没认出来，然后当时心里很心酸，特别喜欢唱孝敬父母的歌。唱两句。好，唱两句，就像唱给电视机前爸爸妈妈。今天这期播出的时候，他们一定守着电视机看你。好，那我就唱两句啊。好。想给老爸斟满一杯酒，想给老娘梳一梳头。可惜儿在外不能陪左右，爹娘的恩情还也还不够，想起爹娘泪儿流。谢谢。谢谢爸爸妈妈。谢芳芳，就像那句话所说的，生活给你痛，但是你报之以歌，这就是你今天带给我们最真实的感受。谢谢爸爸。谢谢老师。谢谢。他开车的时候唱跟爸妈有关的歌，孩子有关的歌，就说明为了家人我必须的保证安全。是的。但下次你困了你可以唱另外一首歌，一点都不想睡，我还要再开3天3夜。话说回来，休息好了才能好好上路赚钱，好不好？好，来吧。我们刚才的小妹妹，18岁的小妹妹，请再次回到舞台上。我芳芳的票数好高，芳芳的投票通道请关闭。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位选手到目前为止观众的投票分数，我们来看。哦，81-98，相差17票。五位退星人，你们的决定将决定他们的去留。这两位选手，一位是18岁的花季少女，包括刚才她说到啊，我学校的课好多呀，啊，就让我对你有很多未来的期待。然后当我看到这位姐姐在表演的时候，你的这一份为家庭的担当，一份责任，我就会想到刚才您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幻想到，风吹日晒，没日没夜，你开着大货车在前进的时候，这是你对家人的一份爱，它打动到我了，所以我今天把这票留给姐姐。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这个佩西呢，她是作曲专业的，很了不起。18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开启啊，不得了，今后前景无限。我为了能够让下面的紧张情绪啊再复杂一点，我呢这个票呢，我先投给这个佩西，好吧？谢谢。为了原创两句。好，谢谢老师。老师也是原创。让你们怎么下面怎么接。好，我们很好接，来来。哎呀，其实听完他俩的歌，看完他俩的表现，我心里特别难过。你有什么难过的？为啥难过？哎呦，一个想奶奶的，一个惦记妈的，没一个惦记爷爷和爹的。开车，我估计他会听不同的歌，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听那个长春解放牌中国第一辆大汽车。那时候给他们写的是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开着解放牌大汽车，不提史丹利了吧先？啊，那我提一下也没事。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就算我跟迅宝都投给了佩奇，对吧？这一轮芳芳也胜出了。关键这个18岁啊，那么一帆风顺啊，不是好事儿。我们是为了不让他一帆风顺才让他下去的。我跟你讲啊，我们那么多年走过来就感觉到是吧，刻骨铭心的，让你自己能够在今后人生当中有那个后着力发爆发力的那个就是挫折，就是要受到各方面的这个打压，人啊不没有压力的话，他今后没有爆发力的。不要在意这个，越是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下面，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次宝，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互相对一对，你加点甜，你吃点苦，完美，好不好？对，好的，好，恭喜霍芳芳成功晋级。来吧，芳芳，去做下一关的准备。下一轮，佩西，留在舞台上。穿你现在这种灿烂的感觉。这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笑容的绽放。18岁，千万不要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任何遗憾。回过头的时候，问心无愧，这就是18岁该有的样子。是，对，好好享受吧。我会继续加油。真的羡慕。来，18岁的你，美好的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感觉是把他送入了青春的大门，成人的大门。成人礼，今天就当是你的成人礼，好不好？更加坚定，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也是唱作人的起点。对，18岁，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巅峰时刻了。两位选手，胜出的选手，他们之间要一决高下。星光大道精选品牌由奥克玛丰隆双冷柜特别支持，奥克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千亿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选手请准备，投票通道。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也谢谢我们的助演嘉宾，也是自己的老乡。这是我助演嘉宾，也是我平时的搭档，也是我老公。这个老公的身份是最不重要的，所以放在最后，还是最重要的放在最后。第二人呐，我怪不得我就有感觉他俩有事儿，怎么就有感觉？这感觉哪看出来的？在下边这吹唢呐的，这吹开了多少少女的心扉呀！啊，这小唢呐厉害。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投票通道开启。请开始你的表演。我家住在黄土高大风从坡上刮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照着我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请上我们的选手魏志杰，再次回到舞台。来吧，一起看一下两位进入巅峰对决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情况。80-100，那各位的票数就非常的关键了。是的，来吧，柏林老师，您先来，我给你们投票。投票，您给谁加10分？那我就不多说了，说的很多了。好，给芳芳加10分。谢谢，谢谢老师。芳芳101。那接下来，贝刘燕老师，我给愿意成为终结者，你想想好了，你我明白了。我给志杰加10分。好嘞。好，志杰90。现在两个人的差距是20分。你再给志杰再加10分，没事。没事没事，这玩的还挺随心，随心，给谁都可以，你随来吧。我给芳芳，谢谢。好，好，随着这10票被给出来，我们的投票就结束了。一起进入完达山决胜时刻，恭喜霍芳芳，谢谢。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沃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
星光大道甄选品牌奥克玛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奥克玛风冷无双冷柜，让冷柜进入无双保鲜时代。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千亿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恭喜霍芳芳！恭喜霍芳芳！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恭喜芳芳！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你的获奖感言。我开的路不一定是最长的，但是我的歌声一定是传得最远的，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一定要唱遍全国。那你现在就继续唱，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好不好？好，来唱，来，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苦辣酸咸全咽下，啥也难不倒在。只要你的心中有情有爱，风里走，雨里钻，高山峻岭也敢攀，也敢攀。加油！谢谢。未来还有很多的高山峻岭，勇敢去攀登，不要退缩，好不好？好。星光大道就唱的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歌，谢谢。谢谢，谢谢星光大道，谢谢老百姓自己的歌，因为这里是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次再见，再见。